OK， 那我们第一个就来整理一下我们门口进来的这一个小角落，这里就是放各种音。OK， 那我们第一个来整理，就是我们门口进来第一个小角落，这里就是放一些小小的袜子、帽子啊一些东西。那这一层呢，是放一些已经坏掉的摄影器材，像是有相机的机顶盖啊，或者是有什么相机的任何配件，什么坏掉的器材都在这边。那上面这里就是一些什么纪念品之类的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们把全部就是用吸尘器把它清干净，然后来稍微整理一下，因为目前看起来是颇乱的。还有我们门后这个也把它清理掉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